别帮他，你千万不要帮。我没帮他，你虐他也给他杀了呀！不会帮，人头局。姐，你清醒一点，姐。我也得杀了我。你清醒一点。我也得杀了。我来扛，我来扛。不清晰了，已经。哎呀，哎我。杀没有？就问你。塔杀，哎。这么我。那我就问你杀没有？真的是，还得我教啊！你是不是蠢啊？拿命换头，换不明白吗？人头局，还他妈让我教，请你来干什么的？蠢的！我懂，我懂，我懂。赵鑫怎么这么怂呢？赵鑫，怎么领先了还骂呀？你管我啊！真难搞呀！哎，我这把好害怕呀！这赵鑫怎么办呀？这把好难呀！嗯，你跟他发育就行，没事。好了。啊，是，那你们就发育，趁他发育，你赶紧来拿头，知道吧？他前期又不住。这个人好怂。来了姐，来了姐。那假猴杀这个，你看，给他盯里边，能杀吗？能姐。打野去抓你了，看到了。下 ，nice。哎呀，人头说话，你们才一个呀？能走吗？人头说话，哎呦，这都没杀掉，真是好气哦。有点气。不是人头说话吗？贯彻到底呀、啊，人头说话，双倍呢。失误了呀。哎呀，说白了，他俩不合体，就是两只废狗在那叫，上把让他俩叫到了，在那叫，硬叫。你怎么还装上了呀？该说不说的。哎，明眼人都懂。不是你，不是你输四十多个头的时候的。输几个，输几个。那这把不就打回来吗？真的是，今天晚上结束了，就打这一把了是吧？啊，说的对呀，就打这一把了是吧？行行行。打野来了，有点想笑。看你不个样，我感觉打野应该会一直去抓你。没事。赵鑫出啥？我看一下。我六级去找你，帮你不？他打野来了，他对线打不过我。你别再给打野在他们家红 buff 呢，硬说他家打野来了是吧？上一波打野没来。咋的？你还要管我怎么玩游戏啊？你管你自己行不行啊？你一直在这送人头，我不管你吗？这都没杀掉，他溜了。咋的？还想 K 走啊？赵信呢？那你自己看吧。哟，要 K 到了呢！哎呦，好厉害呀！那你可千万一次都别死啊！你跟我比人头来了。那不是你搁这叫吗？我怎么玩游戏？我跟你说，让你别给德莱文送人头。收好评。嗯。我送什么了呀、啊、送起来你杀呀没拿、啊、我没拿助攻啊我陪玩杀呀咋的我陪玩不行吗你不要以为你陪玩不行就跟我陪玩能杀得了能我真不觉得你陪玩能杀得了一个需要你觉得吗管好你自己行不行能不能管管你的陪玩啊啊拿头啊人头去你们去他妈还给他盯着我来陪玩不需要我管好吧我的陪玩多懂事啊！谁像你的陪玩给你输四十多个头啊？你没输过是吧？我输了呀，我输了几个而已，我也没输四十多个呀。今天晚上四十多个谁能输呢？老谢呀？他跟我 PB 干啥呀？啊？大人头局你跟我比啊？我爱怎么玩怎么玩，你管的可真宽呀！你家住海边、啊。赵鑫不补刀的，我操，31刀的赵鑫，你真太吵，离谱。有你能叫啊？就等打野去帮他，人家打野三个头呢。走了，这个人不跟我打，这赵鑫他妈的就等。老子理都没搭理你，你搁这还指挥上我了，你当自己什么东西啊？回家了。你别叫了是吗？哎，一直在那狗叫，吵死了！他妈是谁在叫啊？谁在叫啊？有 你能不能不要跟我互动？你是什么东西啊？你在这跟我互动互动的？
你叫怎么能叫啊？老子怎么玩游戏有你什么事儿啊？我爱怎么玩有你什么事儿啊？我他妈就问。我真服了，我是你陪玩啊？你一直在这跟我说话，我是你陪玩吗？你管我干啥呀？你跟我叫什么啊？有你啥事儿？有你啥事儿？有你啥事儿？老子就问你啊！神经病，他有病呢。喝多了，你等到指挥上我了，然后说让我别叫啊？什么傻逼东西啊？老子给你脸了是吧？我是在跟你打游戏，我跟你比，老子怎么玩游戏让你管？你管上你自己行不行？妈呀！话真多，你是什么东西呀、啊？你是什么妖魔鬼怪呀、啊？啊？有你这么多呀？老子爱怎么玩游戏、啊、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爱怎么玩怎么玩，你还管上我了？真当自己是个东西了是吧？干嘛呀？老子来打虚贝，老子来打你的，你屁话真多呀！老子跟你讲话了，能不能闭嘴啊？哎呀，以前我操作，你真声音小点，真头疼。哟、嗯，疼死你啊！那你既然知道，你逼逼我干啥呀？老子爱怎么玩怎么玩，管好你自己，管你的陪玩男人头，他妈还指挥上我了，也配啊？我的妈！哎，空套，嗯。空炮空炮，哎呀我操，这打野那你陪我男人头吧，傻逼东西，我们不急，他一个后期英雄有什么好急的、啊、我相信他后期英雄好吧、啊、后期英雄，嗯，到底行不行啊，先急后期的后期英雄，你很急啊！德莱文有点肥，德莱文七个头。没事啊，他七个头无所谓。这赵信也不跟我打、啊，这赵信，他打野不，他打野不来，他不跟我打。哎呦，不跟你打，啥也不是。哈哈。哎，我不跟你打。是啊，不就三个头吗？哎，我不跟你打，发育发育。三个头你很急啊，那是不行、啊、那人头落后管你自己陪玩，别搁着我面前叫 OK。 哎呀真恶心，中单去抓你了，中路怎么不打信号呢，一直在抓你、路人就是这样，我操死德莱文！小龙不给打，求你他妈！啥德莱文啊？打完一趟他血比我少啊！你倒是敢打呀？你怂什么呀？这不随便杀他？这赵信，这一会儿叫打野，一会儿叫中单，有点难搞啊！被塔杀，很虚。我去帮你一下吧。等我 AP 起来，快看这边有残血，看着点儿。姐不用来，我过来了，这里我有大的。他打不过我的，单挑到，哎，我感觉可以绕一下。打不了，打不了姐，打不了姐，你别催我，不能打不了，没有办法。怎么打不了呀？你就杀他也行呀，拿这个龙。哎呦，有的时候打不了姐，你别催，能打我肯定就打。他们人多。可以可以，加速！操、啊，这个人他妈的这么想探我塔，也不用来。这波没办法，他们人太多了，姐。你过来，这个打野是不是杀了？我去了，但是我已经去了，就是没杀到。他们家德莱文跟猴子在疯狂砍我，我被他们家猴子跟德莱文一直追着跑。直接隐身过来呀！你蠢呀！都是叫你过来杀那个打野，野他杀不了姐，我的意不是隐身。哟，这赵信有点东西啊！这赵信开始刚起来了呀！哎呀，姐，你放心，他们两个赢不了这把。我操！是真狗巴疼！我招闪了。我来下，我来。他妈这一千块你就不拿吗？这他妈的有点难，你有点难走啊！他好像回家了，但是我不敢留，我怕我一留我死那儿了。
不义之人是一种溃烂的恶疾，我就是那把烧出腐肉的尖刀。他回家去更新装备了，看看看看石头人位置。哎呦，他他妈又想来搞我，应该是要去抓你。哎，他牛飞，他怎么往那边走啊？真无语。你不要告诉我你连天使的头你都开不过呀？哎，抢啊抢啊抢！来来来，我看你给我抢。来来来，嗯。我写了姐，这个我真不行了，我想去抢，但是我真抢不过。我可以给你呀。你能来下吗？我感觉这个德莱文可以干一下。我来下，我来了。啊，可以吗？可以啊。他后面有猴子。没事啊。石头人也来了，我们三个应该可以。我要勾引一下。妈耶！你别砍我了，哥。他去了，他去了，他去了。我起来了。无敌喽！ Okay, 你又在干嘛呢？牛呗！你又在刷野是吧？野怪好吃吗？无敌喽！我刚打了多团结，我没血了，我也需要发育啊！育我不能这变，你拿人头拿不到了，姐。我的。来姐的了，这波打一波来姐。你上吧， okay. 我有大的。起飞了，起飞了，起飞喽！差一点。哎呀，他们不出来呀、啊！起飞了，你先发育吧，嗯、然后等会儿、嗯、我再跟你。漂亮漂亮漂亮！我把这边视野补一下。哎，起控！哦、oh, ，nice， 漂亮。这个塔一下打我六百血，打死了。嗯，那没办法，一下打我六百啊。确实确实。再去搞趟德莱文呢，咱俩能行吗？可以啊，随便打的呀，随便杀。他在下，哎，这儿有一个。嗯，看到了。干他！哦，我操！我操！给你加速。啊！他这是在干嘛呀？真的好难跑呀、啊！太鸡巴难跑了。把这边演奏一下。走走走。走吧。能过吗？走走走走。可以。来来来来。中路。过来拿头。来了来了，姐。我靠，这德莱文，好奶姐 ，nice， 给他拿。我不姐，我这波没有血了，你得奶奶我，不然人头。OK， 好，打得好，就不给。那你倒是过来啊，又。我就在你旁边，姐，我没血。他怎么这么能跑？ Okay, 我没有奶你吗？他怎么那么能跑啊？他太能跑了，追不上，走了。他又回来了。你这现在超他两个没有用，知道吧？他这是在干嘛？超了四十多个，你得打快点，能明白吗？好好好，我能明白，我能明白，我不能让他挺到后期。你知道上把输多少呀？他现在十二级，你要真的要等他等到十六级吗？你到时候怎么跟他比呢？你抢你的野啊！啊，你抢，来个巫妖之祸、啊、我在后面，我在后面。也到了分头跑，他们人有点多，人太多了。跑着呢，跑着呢，我还可以过来接你。OK， 我接。我继续发育，等我起来。嗯。你发育快点吗？还有大，我还有大，还拉着人头呢。你真的是恶心死我了！我 nice， 没事。哎，我操！这个德莱文什么东西啊？这个德莱文，哎，怎么还是超两个呀？他哪儿拿的头啊？他可能是趁我们
没在的时候疯狂 K 吧。嗯，我懂理解，我心放心了。他们两个打他们两个不跟玩一样吗？啊，做个大招也算是他的头啊！哎呦，哎呦呦呦，哎呦呦！哎呀，这打野他妈跟疯狗一样，这打野。还行，好快的攻速，看都看不懂。还行，拿两个。嗯，拿什么跟我骑啊？拿什么跟我骑？好、哦，又差了。哎，一个不够，咱们俩得抓点紧了。OK， 我懂。差一个嘛，还没到十六呢。我的超烂，这把对，这把对面这把屠不了。超烂。那这打野还带赏金呢。姐别急啊，别急、啊。那我再过来。还没到十六呢。漂亮。后期嘛，这不都二十分钟了吗？二十分钟没，二十分钟，哎，你别急啊。嗯，哎，给你四十分钟，你那也不行。他说你还是你给他四十分钟干啥呀？你不要说这种话啊！你就给我们埋头杀就完了。妈超这点头没有用的，你知道吗？你忘了他超多少个？他超四十八个。好的，好的。我记得，我可记得呀。我知道，我知道。哎呀，我最近手妈手老抖，操！你咋了？得病了？不知道，那是老年人吧？姐，我继续担待一下，我马上十六了。你今天状态有点不好啊。有一点啊。哟，他们要打大龙了。我感觉你今天跟昨天状态有点差呀。他们打大龙了，姐。他们在打大龙，真敢啊！快啊，这把拿多点。好快点！哎，我操！什么龙啊？你他妈去拿人头啊？你傻逼吗？我操！没抢到，操！你有病是不是？这还让他拿头啊？追上了。你抢个龙啥？你抢个狗半龙抢龙？差点抢什么龙啊？你傻狗吧！我咋了？多少级啊？傻狗啊！去抢龙，不抢人头。你拿他半龙呢？让他发育是吧？十五级了，马上十六了。差一半金，十五级他也赢不了，他赢不了。一级，走了，我去下路带了，姐，走了，去吧。嗯，我走了。我中路带，哎呦，这猴子好凶啊！这猴子，怎么见面开大招呀？这猴子啊！下一件买一个，这个猴子。这龙坑里石头人大起那么多人。我够不到，我的大招要是再长一点就都是我的了。他比我你没闪呀、哦、你大招拿去拿龙了，你当我看不见吗？不是，我是说我碰不到他。那你早干嘛去了？我必会净化世上的邪恶，以正义的烈火拔除黑暗。对面那个上单在干嘛？在我们家野区，还差一个六级，还差一个冰十六，起飞直接觉醒、嗯。他妈的 ，OK， 他们还不走、啊、我就等你这句话了。姐过来，鸡鸡。你他妈是说爱拿这些龙是吧？你他妈就喜欢拿这龙是吧？他十六级了，你在干嘛呀？又在打小龙啊？起飞了，无敌了你！我看出来了，我他妈就问你，人能顶几个头？十六级。哎，这金色的天使真好看呢。十六了，无敌了，姐，无敌了。牛逼！我就知道你能行。走喽！他妈这个头也拿不到是吧？插个帽子呀！哎，这个塔差一，哎呀！来，我来了，嗯，给你加速，
哎，我够不到了。哎呀，粘不到了，打野直接给我秒了。哇，我真的是，哎呦，让他抢了。你说他16级，你说他16级没事的，你忍着他。我看他来了，我着急想去抢这个人头，哎，结果没杀掉，让他抢了，狗东西，我真服了。自杀了，哎，好帅呀你！我看到他俩来了，我是吧？你前期压他头，哎，你骄傲，你不当一回事，然后呢，给他机会拿头是吧？啊，太帅了！我看到他们两个，我急了，我上了，没抢到。慢慢打呗。不是姐，那个跟那个龙没关系，我没抢过他俩。这把没带猫啊，是吧？这把带个露露啊，下把把露露搬了。哎，别在那叫，带不带？你有本事自己走，你再叫带这个，带个那个。我开始发力了啊，20个头。这狗叫你发力，本来就在，他本来就在自己走啊。我跟他去打团什么？打团你不在呀？直接发力。别在那叫，我在不在的？直接发力。超几个了？才超5个呀！操。嗯。吓得我已经超级百。你现在怎么都能打呀？17级了。赶紧给对面送，然后的话对面把我们一波了，这是你唯一的方法，好吗？倒在那吹了，我靠，这得了伤害真高啊！什么得来文八来文，又杀一个了。别急，我直接就又杀一个了。嗯，你人呢？回家行。我就相信，我就知道你是可以的。你刚才还在怀疑我呢，你就压根就没，我可没有，你刚才压根就不相信我的实力，真的。我没有啊，我什么时候不相信你了？你还说没有呢？真没有，哪有不相信你啊？你真不相信我，不过也没事。我多相信你啊！我跟人家打一晚上双倍，我还不相信你呢，怎样才算相信你啊？你他妈是真的杀，哎呀，这都杀不掉，人家跟六杀。不是，那么德拉文在你脸上，你不打，直接奔着那个。他打没打？哎，他杀你，我打没打？我也没打。你在？我能杀人，能杀队友一棒子，我敲了你。我是不是救了你？我应该不救你的，真的。我有你救啊！哎呀，这导致不救。那杀队友一棒子不敲了你，我让你救。你现在需要怎么办？来，你给我个解决方案。他妈的，他18级了。你16级，你当他的面给他拿两个头啊？你怎么说？怎么说呀？我的清兵呢？说不了一点。怎么说呀？问你会拿 buff 跟小兵是吧？喂，人头是一个不沾。喂，去泉水，啊，去泉水，去泉水杀哥们儿！来，我相信你。我又怕你啊！搞笑，来，这个德巴你能抢的，我算你的。你别去扛塔了，一会儿。啊，不扛我走，我走。走了走了，姐，走走，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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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卖了。我操，没拼线。快跑，快跑！你这就你俩会走呀？害我追的那么近，你这上去能杀的呀？他妈今天晚上打的是双倍，算了吧，输了我40多个头，你这把是要怎么样啊？帅吧，你又他妈去野区打你，姐我走了啊，又他妈去野区打，我走了。姐，我杀的是人，姐你别是，我跟石头人把这个中单杀了，他杀了几个？他多少个头了？我无敌了。哎，这个石头人空大，喂，嗯，我来个，哎，果然不能信路人。见了鬼了，信路人啊！黑刚说话，哎，怎么还有大招啊？你这一把不能说有猫吧？黑刚说话。为什么还有个大呀？嗯，对面对面死了四个，啥情况？我把他杀了。嗯，还行吧。无语。还行吧，兄弟们，没给白刚丢两把。你本来是领先他的，跟你说。我不敢杀了，我怕杀了，等下对面点了。姐，他就算我领先他，这不是我不杀我的。你懂我的意思吧？我的姐。那你不就是菜吗？啊，老是单跟他打小龙啊，打大龙拿 buff。哎呦，急死了！拿人头的事你是一点不沾。哎呦，又杀人了！我靠，1v3吗？你看这什么叫天使？你这么帅吗？确实是没什么。什么叫天使的办法？哎，啊，有点帅吗？你要克制不了，这么对吧？你前面还好吧？早点开，我天使不菜的，29分钟29个，姐，我天使不菜的，你跟我说不用怕的，然后呢？嗯。
再多打会儿，我去给对面送点桃，多打会儿。好了，我就喜欢看，我就喜欢听他急，可急了，急坏了都。但是你答应我的，这一把我赢了，你听听、啊、你要奖励一下我的牛宝，我想看看。现在就杀我！我可想看看你长什么样。要不是他妈不是你菜啊、嗯，他们至于这样起脸呀？可以、啊。你现在多少个头了？我瞅一眼，30个。我操，你30个头了！我、哦、帅帅帅！你是搁这吃尾气是吧？哈，在后边啊，哦、吃尾气是吧？哎，这没抢到。哎，三杀，哎，尾气好了。哎，抢完五杀了一个，他把五杀抢了。哎呀，被他 K 了一个五杀。谁抢谁五杀呀？要不要脸啊？他把我五杀抢了，姐，看到没有？谁抢谁五杀？不要脸他四杀你一杀，谁抢谁五杀？本来我五杀了。这么好意思说这话呢？好嘞，就说这个。真会抢呀，就抢人五杀。别不要脸啊！我杀人就行了。谁不要脸、啊？哪有脸说的？我抢你五杀呀？没事，无所谓。你赶紧追追啊！再不追的话，真的搞笑。你赶紧追，赶紧追啊！来来来，我来追，搞得好像谁追不了，就别在这叫。追，又差了30个头，怎么又差了30个头呀？哎、差不差三？我先回家买瓶药喝一下。啊，是不是你们差了30个头啊？嗯、回家喽，走了。对，赶紧杀，赶紧杀，多杀一点。你在干什么吃的呀？对，多杀一点。不是姐，我就杀人了，我杀了一个，但是他人有点多，他们家毕竟有五。是你上对面虐拳去了，让对面给虐了。啊，我虐拳，有本事你也虐，我虐，我来了，我来了。少跟我说话，别在那口臭。啊啊！我口臭，你们谁口臭？别在那叫，别在那叫啊！人头说话。啊、看局那嘴都臭啥样了？就他妈你叫打野是吧？就他妈你叫猴子是吧？三杀，你看杀对面就跟杀鸡一样，就跟杀坤一样，真的。你听听啊，然后对面杀你是不是跟杀鸡一样啊？你 别听他搁那吹牛逼。喂，你干了些什么事儿啊？他吹牛逼你呢啊？你不说对面有猫吗？你不说我老板玩猫吗？然后对吧？这把没玩猫呀？怎么了？嗯。老搁这叫少吹啊。没吹啊，吹啥了？没吹。哎呦，笑死了！看好了，姐啊！打不过，急喽！我靠，这什么伤害呀、啊？这恐怖如斯吗？这伤害、啊？呼他嘴巴子！呼他嘴巴子！太帅了！必须帅呀、啊！你太帅了！呜、哦！哎呦，被他死！哦哦，五杀了！我卡住了。伪五杀，伪五杀也算杀。怎么办？讲道理。伪五杀也算五杀。怎么办？你看看，他五杀了你呢。真好呀！没办法呀，七宝躲着是吧？七宝真厉害呀！这难道就是 AP 天使吗？七宝怎么这么厉害呀？七宝厉害，还好吧？你刚才还不相信我的。怎么？哪有不相信你啊、嗯？我怎么会不相信你啊？嗯，来个巫术合计。虐拳去了。啊，我也虐个拳、嗯。哎呀。哎，这个德莱文我不太虐得了，我会被。怎么办？没一点办法、啊，简道理。嗯，给他们送一点。兄弟们，所以说天使前期如果落后几个，其实还更好。对吧？一下就追上来了。他妈起脸羞辱你呢，还要给对面送头，怕他们偷了你呢？寂寞。嗯，他们现在肯定会抱团的，他现在拿不到的。他们现在肯定抱团的，不会单走的，你放心。怎么？他现在最多拿一个。好急呀！你他妈闭嘴吧！急死了！我觉得他妈等你自己杀人啊，真是等不来。你能不能跟着他屁股后面、哎、你就拦着他也行啊，行吗？42个头了，就他妈你叫小赵是吧？可惜了，就他妈你叫小赵是吧？42个头了呀，他小赵是谁啊？谁是小赵？我跟你说话呢，听不见、啊、你出来拦着他行不行？他卡了，他怎么？我拦着他，我拦着他，让人跑了，搞笑。
你又笑了。在后期对面真是，哎，真是笑死了。对你笑我。你笑啊？你凭什么笑呀？啊、赵信有头脑啊！你长得怎么不一样呀？二十个头，他短头、啊。我以为他是人机，头脑不清晰了。我以为他是人机，他有头脑的。嗯。对面还打双。就他妈你叫小赵是吧？啊！我忍不了了，我跟你讲，我来了。对面在打大龙。我看到了，随便杀的。我来了。你快点去呀、啊！别跟你那个逼龙行不行？哎，跑了。我来了，他们就跑了。对面看到你都害怕。你去拦住他，你别让他上。真的，他我拦着，我拦着别，那我咋拦？我抢的鼠标键盘。妈的狗东西跑的还挺快。那你要有这本事，你倒是抢呀！你要没本事，你就抢他的头啊！啊，你别跟我讲你头都抢不到啊！那要你有什么用啊？嘴巴他妈的又笨啊，技术又菜，头又拿不到。哎呀，不出来啊！指望你能干点啥？哥们，让给你啊！让给你，让给你，让给你，你去吧。你就。他就完了，我来就啊！你来，你别去啊！他妈的就等你死！你是蠢猪吗？啊啊！复活甲这么用啊？怎么落了这么多人头？哎，这个狗东西，你就躲身后啊！你才知道是？哎呦！哎呦，又五杀了、这个，真牛逼啊！你真野狗啊你！哎呀哎呀，五杀五杀姐，说什么呢？五杀五杀，怎么还骂人了呢？别骂人呀！怎么还骂人了呀？怎么被打的五杀了还骂人了呀？咋了？野狗啊！我真是受不了了。有真的谁野狗、啊？正常游戏 你遇到我这种大爹，你高低还喊上爸爸，能不能带我玩一把？放屁，纯野狗。真的。输了五十四个人头，理智不都那个理智都不清晰了是吗？嗯。这很烦啊、我他妈让你跟着他啊！你呢，冲进去送是吧？啊，给他创造输出机会是吗？啊，你给他创造输出机会是吗？啊，赶紧拿远古巨龙，不能给他拿。哎，还行，哎，我独享，很烦。老子问你话呢，你哑巴了、啊？这个野狗跟我说了，说上有本事他走了，我寻思上去杀两个人，这个野狗半路就回来了，真无语。不是，你会说话就说，你叫谁野狗呢？你那么天真呀？真的烦啊！你就好像一条野狗，野狗你像个疯狗。说谁野狗？打的我说野狗，我说他了，你对号入座是吧？你也觉得他是野狗？你是个疯狗，你是个疯狗。你也觉得他是野狗？一巴掌。OK， 你自己都觉得是他野狗，你还怪我说？你看看你输了多少个人头？哎呦，这把比上把还牛呀！你真是啊啊！这把五十六个。跟我说话，别影响我状态行吗？能是闭上你的嘴吗？你的状态，你哪有状态呀？不能杀了姐，你真是理直气壮呀！走了，输五十六个头，你真是理直气壮呀！我走了。哎呀，六十个了，一眼没看六十个了。六十个，你姐都说是自闭了，你这个，你可这我都给对面打野个干挂机了都。哥们儿，你赶紧去送一个，然后对面出来，懂吗？对面以为我们在送人头，放屁！不然的话你放屁！我现在挂机，不然的话你没机会追了，你赶紧去送一个。好吧，我现在挂机不玩了。七宝真厉害，你真能装啊！你咋那么能装啊？你咋呀？你赶紧的！不是因为你菜，你不菜他能装成这样啊？他为什么这么能装？还不是因为你啊？还不是你给的机会啊？你赶紧啊！我五十杀，你不送对面不出来了？多久了？我不杀了。六十个头了，你赶紧的，不然的话对面不然对面怎样不出来了？哎呀，对吧？你看。我能指望你点啥呀？又是一个杀不掉，啥啥不行。你是真菜呀！你要实在不行，我操！嘴是真厉害。你跟他屁股后面。我把这个书换了吧。行，没事，故意送一个。哇，好，对面把我杀了，姐，我这一波对面把我杀了，对面就感觉有翻盘的机会，不然的话对面等下不出来了，你懂吗？OK， 我懂你啊，我指定懂你啊。那姐，等一下能不能给我发两张照片，行吗？啊？嗯，你杀到六十个、七十个吧。六十个，我感觉对你来说太简单了。七十个，你对面只要不投降，你杀到七十个，我就给你发，你开心吗？
那不杀了，哥们你杀吧，我站泉水里面喝会茶，好吧，哥们你杀。嗯，开玩笑，开玩笑，发发发发，给你发，这话我给你发，那经不起动呢。我不是你宝宝了吗？我真服啦。我不想玩了，姐，真的。你现在不，你现在错了啦。嗯，我给你发。你很贪呢，牛宝啊。我才没有呢，哪里贪啦？我多可爱呀。好嘞，嗯，你小心我反骨啊，江大力。嗯，我直接就反骨。我相信你不是那样的人。我不是，我相信你不是哦。我确实不是那样的了。哎呀，姐，我机会五杀。我直接给你发个锤子，你杀呀？那都给我了，你又来捡人头了。操！牛逼！你为什么让他有机会捡呀？你为什么让他有机会捡呀？还差一个，差一个，在哪里找他？你给我冲！牛逼！牛逼！太厉害了吧！又一个我操！一人头是真他妈爽呀！做爱都没这个爽，我操啦！真晦气呀、啊！我真无语、啊。哎呀！你个什么人啊？打个逼游戏，我他妈服了！我昨晚知道翻我都要吐出来了。真牛逼呀、啊！你也太厉害了吧！我的妈！怎么这么厉害呀、啊？还行吧，兄弟、啊，你我那为什么一开始我前期失误了？你不相信我呀？啊！我哪有不相信你啊？对吧？没有到游戏最后一刻，你别不相信我呀？什么？我多相信你、啊、就跟我直播间黑刚一样，每次一失误，我老相信你说主播你怎么又玩这个英雄？倒霉玩意儿，我真无语。你看四分一分钟，游戏这么爽的事情，怎么我怎么呢、嗯？我怎么会不相信你呢？哎呀，太吓人了！就是因为你这个傻逼菜人头打不过他，才要受这种罪。你他妈真废物呀！哎呀，真开心呀！还得是你呀，徐拔。这个屌毛他跑太快，没办法，这屌毛。嗯，没事，一点不花，咱们慢慢打。一点不花，慢慢来，哥们儿，我让你吹一下啊。来来来，中路有两个头。装逼啊！老子他妈粘液翻了，你都吐出来了，就你这傻逼，你赶紧去给我多杀几个，你杀不了。你躲旁边看戏呢？你躲旁边看人家怎么杀人、哦、我他妈失误了，不然这屌毛死了。那你学会了吗？你别推塔，我去给对面送，咱们就拖啊，就猛猛杀，真爽呀！这也太爽了吧！算了算了算了，哎，算了算了。哎，那打个游戏把人打高潮了，都是没想到。我操！哎呀，你高潮不了，你难受啊，是吗？真恶心啊！真恶心啊！真恶心！你看看自己输了多少个人头了，82个！你怎么还这么骄傲呀？输了82个头了，姐姐，姐姐，哈哈，姐姐，你快让你的陪玩杀点人啊！姐姐，听你们虚空操！嗯，虚空什么？虚空操！老子说不出来！虚空什么？恶心我！你输人头还不算，还要听这种东西！你是真会说，输了82个头，你管管呢？你管我虚空干什么呢？啊？对啊，你陪玩如果杀60几个，你说实话，你都爽翻了都，操！这对面他妈的直接给我倒的啊！有我之前一晚上赢的都多，嗯，真他妈服了。63-7，哎呀，84个了，简简单单啊！不愧是我虚宝。姐，我猜你是天津的，以后改名。牛奶，你是不是天津的？以后改名就叫硬宝，啊？你是天津的吗？大姐，人家只是打个游戏。你哪里的？我是新疆的。怎么虚空已经满足不了你们了是吧？啊，我是虚空已经满足不了你们了是吧？你管我呢！我的妈，这石头人在干啥呢？
我天妈，太吓人了，想到了，太鸡巴吓人。那你应该长得很好看，讲道理。啊，长得一般吧。一般啊？你多高啊？妈妈都傻呀。你多高？我1.74米。那你应该会跳舞吧？你，嗯，啊，我会跳舞，我之前是舞蹈老师。哎呀，搞笑！舞蹈老师一般气质都是很出类拔萃的。是啊，我可喜欢劈叉。哎，那你身材应该很好吧？你猜呀？那舞蹈老师你，你猜对了我就告诉你哦。你舞蹈老师，要不你们直接分吧，行不行？我他妈听不下去了。那舞蹈老师，你总不可能，你肯定不是一个坦克吧？讲道理。那不至于，我真不是。啊。好嘞。对。不会是舞蹈装甲车吧？还坦克？有你啥事也能不能追追人头啊？有你啥事啊？那考你40个头了，追追人头呀？不是，这不高你80个了。我寻思打一个这个80个头，80个呀？你打一晚上你都追不回来，真的80个。80个头，你以为是几个头啊？玩的这么脏，遇到你这种人，你多高呀，旭吧？我跟你差不多，我1.85米。啊，那你比我高太多，你比我高11厘米。是吧，死胖子！不装甲车吗？赶紧让你陪玩拿人头！你看看你陪玩拿了多少个头，你还在这儿，你还在这儿说他，你还有空管我陪玩？老板，你还老板来催你，你能干点啥呀？来个把这个卖了，换一套装备，我看一下换个啥啊？中亚。最后一件换个啥呢？很纠结。我操，带着大龙来的。那对面好快的手。回来守家呀。好快的手。我操，这啥攻速呀？换 AD。完了完了。嗯。你赶紧，我给你开大守家。我操。开个大守家。我操。好像没开好。我最后一件换啥呀？老板，这个头必须拿到，我要打中冰杖。我没有疾跑，姐，我咋咋追了？那姐我就推了吧。他妈的什么东西啊？我为什么能一直走啊？推了吧，推了吧。他为什么能一直走啊？很肥啊。他的什么技能啊？嗯，好。他的 Q 技能。那我就直接给对面拿下了。我怎么走这么慢呀？因为你腿太短了呀，走得慢很正常。哦，我是约德尔。确实没追上，我太想杀他了。冲冲冲！跑的真的快，这龙怎么跑这么快啊？你等一下，他们连走路都走不过别人。这节目没有，去死吧！就杀了，能杀到70个不？我感觉这把有机会干到70个，说白了，真的。我也觉得有机会，是吧？嗯嗯，这个人很嚣张啊！高高他们在高高兴兴说什么头？你他妈的泉水里乘凉！杀了！我操，你被他秒了！被谁秒了？哎，别走走走，你走走走！被对面打野，对面打野秒的吧？直接秒了！我被德莱文打了2300滴血，换 AD。对面什么东西啊？自然之力，走不了。我换物理吧，换套物理，直接我换套装备。姐，走走走走走走走，我不好走，我操，没闪现了，走不掉了，没办法，太黏了，太黏了，太黏了，拖一下。海妖，然后收集者不出，大清雨无尽。收集者，好，不敌了。高钥匙有大了，完了。这一波你守住了，我就算你厉害。嗯，好像守不住。你这他妈怎么守啊？自己冲出去送，你送什么呀？送我们拿头了呀！你送我，这游戏又不能靠我一个人，咋了？我们赢了。